一轮横哥贾玲截胡，比划的是春春和宝哥。哎，来你了啊，没事没事，来吧。猜的是蛙哥、嘉欣还有小明哥，来吧，好，准备好了，挑战开始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一二三四五，五个字啊。上山打老虎。别上山打老虎，没演呢，没演呢。是一部戏的名啊。哎呀，这个盒子的使用率好高啊。这里面比较出名的桥段是吗？就是这造型，中国合伙人。不对，有个桌子，这个桌子来谈判。对，拍案惊奇，少年包青天，礼多人不怪，礼多人不怪。第三个字是打打打。哎，第一个字是有落叶的季节，秋，秋菊打官司。我先说，腾哥更快。下一题，来吧，几个字？几个字？休息。几个字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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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三个字。大话西游。三个字。三个字。西游记。孙悟空。不对。不对。不对。捉妖记。正确。捉妖记。是吧？捉妖记，你演孙悟空。他演的是妖。对呀。下一个。四个字啊。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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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黑白双煞，不对，黑白无常。贾玲正确，这都能猜得出来，太厉害了！没有想到这么快，关键我还没演呢。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几个字？啊？已经演完了，我们已经答完了，蛙哥，蛙哥几个字？新的一轮啊，来，两个人，两个人，两个字。塑料搞绿帅，不对，放着俩人，擅长俩人。还是贾玲更快一点，我真的怕他们打得太快了。不是，这样，宝哥，啊，你演，我们俩不打了，不打了。我们也是第一次这么聪明。我曾经演过的一个小品，四个字，雨露均沾。漂亮。蛙哥看了不少小品了，我看表情我就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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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下一个。四个字啊，演出来了。哎，蜻蜓点水，不步步为营。哎，头两字对了，步步惊心，漂亮。咱不是不打了吗？不打了，不打了。你到底打不打？不打不打。还是咱把他摁死是吧？他们。那个我在前面，你在后面啊。八个字，你挑着担，我牵着马。踏浪浮山，黄雀在后。漂亮。不，主要是你太像个螳螂了。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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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小宝的优势就是你站前面像螳螂，你站后面像黄雀。下一个，四个字，第一个字，杀，杀死比尔。第二个字，你去杀个东西，杀鸡儆猴，对吧？漂亮，谁打的？你今天怎么这么聪明呢？你让我去跟气球干嘛呢？你就拿它当鸡呀。这个八个字，哼哼，冤冤相报，看不顺眼，哼哼哼哼哈哈，双截棍。第二个字，不不，对。第六个字，不不，冤家宜解不宜结。第四个字是我啊，对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。哇，他。我们没投题，但我们确实今天压题。这是我们六季以来表现的最好的一次。先让各位赶上了，哎呀，这真是最后两题，来吧。星星，四个字啊。对对对对，螃蟹跟啊。这个是啥呀？星星猴。宝哥，你这是啥呀？你这是。杂技，街头卖艺。哎，对对对，春春手动起来了，春春的手动起来了。螃蟹。对了，那个虾兵蟹将。春春正确。俩虾吗？这是个虾呀。你这是真是当我俩虾呢。
还有最后一题，最后一题啊！天哪，几个字？四个字啊。嗯，哎呀，这样我们先演后两个字，宝哥啊，你等一下。鸵鸟孵蛋，鹬蚌相争，放鹬蚌相争。贾玲已经说对了正确答案，你怎么猜出来的？我这个太明显了是吧？你演的棒，太棒了。这轮获胜的是王牌家族，下一轮比划的是小明哥和花花，春春和蛙哥来猜，小童贾玲截胡。准备好了，来，请出题。五个字，跟人物有关系。荆轲刺秦。哎，不是，皇上。皇上急，太监急。皇上。康熙韦小宝。蛙哥正确，康熙韦小宝，我们俩演过。对。小玄子，我再叫你一声小玄子，好吗？当然可以了。下一题。这啥呀？几个字？七个。七个字。我演上面那个。好。哈利波特魔法石。哈利波特。伏地魔。伏地魔。哈利波特伏地魔。小头正确。被我们捡漏了吧？四个字。四个字。四个字。也是一部剧。一部剧。皮带。皮带。拆弹专家，漂亮！啥？拆弹专家，这你应该对呀、啊，那刘德华演的呀。你发音不标准，不算分儿。哦，这是扭秧歌啊，那个这就是街舞。街舞四个字 ，battle 地板动作。小头正确，我太厉害了。这他都能猜出来。小童是杨迪的徒弟。这个我会。八个字，名字两个名字。哎，不能是这样，这不对了。混沌龙，混沌罗。他是那个咸蛋超人，奥特曼打小怪兽。叶问。我是后面的那个。阿童木。自由女神。我有点接近吧。咸蛋超人和自由女神，那个是谁？刚刚跟黄金甲有一点关系的。圣斗士星矢，天马流星拳。还有我呢。前面对了。圣斗士星矢，雅典娜。漂亮，漂亮。又一人一半。又是一人一半，又白努力了。哦，这个可以，我演后面那个吧。六个字。六个字。对，这贾玲其实跟我们俩有点关系。跟我们俩，刘德华。是你跟小明哥之间的关系。我俩之间的关系。哎。美女与野兽。我是野兽是吧？跟我俩之间有点关系。许文强。许文强。许文强和、那个。那个什么，咱们那个女的叫做冯程程。听见冯程程。哎呀，我的天。咱们俩演过吗？是的嘛。我许文强出来混，一靠胆量，二靠义气。张小姐是我的朋友，谁敢欺负我的朋友，我就一枪毙了他，明白吗？一下就猜出来了。还犟呢。下一题啊、四个字，这个不太好表现。地板动作。春春学的有没有太城市化了？我们是时代少年团，四个字。王牌家族。第一个字是哇，姚晨。城是对的。乘风破浪。这是第二个字了。成全抱团。哎，团团对了。成团成团成团什么秀章。成团出道。成团出道，太厉害了。哦，这好难哦。最后一题。哎呀，我的天哪。几个字？四个字。前两个字。金刚。泰山星星。泰山压顶。第三个字。泰山肚子。高长怀孕，生孩子生。第三个字对了。泰山生了。泰山生了。第四个字是埋。
长，生长，野蛮生长。赵倩。漂亮。